安全，然后就不要自己一个人到处从晚上的时候到处乱跑，然后因为我出事的话老师要负责。对对，要联络。对，这个是第二子的地方也是有关系的，避免半夜走了在找里面被蛇。被蛇，对。对，被蛇咬到是吗？嗯。被蛇咬到，被蛇咬到写的话，看的时候看得明白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可以，有可能被蛇咬到。这个草里面那个在草。草丛中被蛇咬到是吗？嗯，在草丛中被蛇咬到，到了这里离开这样啊，好好好，安全安全，到了这里了，好好，我老师联络好了，到了这里没关系，到了这里的安全安全，好，那晚上走路也是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的地方是很好的环境哦，晚上舒服。那个走路很开心，走路找有的地方有很多吧。嗯，那个地方让宝的是好吗？哦，不好。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蛇。有蛇，有蛇，有蛇，所以让宝不行。嗯，没关系，蛇有那蛇的种类，你手的话。有的小朋友想的，我啥都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啥是有毒的，没有毒的，应该知道，所以没有关系。晚上走路不小心找里面，找在这草丛，草丛里面去蛇咬你。嗯，我是蛇博士，我知道蛇的种类，但是蛇已经跑掉了。好，我们的行政人员，我们警察，我们的死就在背后的，去医生的地方，医生一定问你怎么样的蛇。嗯，在台湾里面有几种的蛇？有吧？有。有吧？一种两种而已的话不难。嗯嗯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大概这个地方有毒的是龟甲花。哦。看过吗？没有亲眼看过。我为什么没有亲？对，我听过在动物园里面看过。嗯。哦，对，但是我没有碰过。嗯。但是我没有认真看过，但是那个如果晚上走路不小心走路有一些那个沼里面有一些那个。四方便好，龟甲花懂你，不是特别懂你，但是那个龟甲花是当面懂那个这个地方的，应该老鼠吧？哦，老鼠，老鼠也是有，哦，当面懂老鼠，刚好走路的时候，前面有好吃的感觉的，有一些温度高的地方咬。哦，好像有在马路上看过。有吧？这里的马路上有。上看过那个老鼠吗？对，老鼠跟蛇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对 对, 对，我也是，我那次是看过吧？对，有，嗯，这里是这样的地方。对。是到了这里，轻松没关系，晚上走路可以吗？是不行是吧？嗯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整理的时候，好。哦，就是。草，就是附近都是田，然后都是草，又人比较少，比较暗的地方，可能很容易会有蛇或是一些老鼠。嗯，然后就不要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，对，危险。好，那到了，离开。